哎，宝静看了我哎。我们在买饮料。你不是要喝珍珠奶茶吗？我们要等，因为老板还在做。就是那个。姐姐，你在买什么？那个是你的。买这个。买哪个？买上面的。上面的。是买这两个。这是妈妈的。是我的。这个是你的珍珠奶茶，那个是妈妈的紫苏梅汁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我们下来了，我们回家喝。